当我预判了朱总的所有行动。你跟学川仔长好痛呀！来，给你准备好了。这么贴心。嗯。那我的鞋怎么办呀？鞋换。鞋，哎，也准备好了，一边一只。饿了。饿了。嗯，来。啊。奶茶。啊。可是很多人、啊。想什么呢？我早就排好单了。挑春天的屋外，刷成片荧幕，不断天的梦实现。下午没有火锅啊？你拿错了，那杯是我的。为什么投不进去啊？肯定这个球有问题。来，你试试这个，把眼睛闭上投。我找到我的幸福。是吧？我就说这个球有魔法，我跟你讲。这家店还挺好吃的，刚刚应该再买个鱿鱼的。鱿鱼？啊。先给我。银河像梦的蓝图，就让我勇敢的走每一步。